来，重新再挂一个超级福袋。我现在挂的那个福袋好像不能同时挂。挂不了吧？那就等咱们这个福袋结束了。感谢群英阿姨。谢谢群英阿姨。家人们，感谢快乐随心，哇，好今天好多人送，今天好多人送我们七夕礼，参与不了，你们想不想参与？今天我发100个超级福袋发给家人们，想不想参与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想不想参与？你们就说想不想参与？想参与，我今天给家人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一定要点关注才能参与。想不想参与？就直接。你们平时去别的直播间要花米儿的，咱直播间直接挂福袋送。感谢小糯米，想是想，等这个福袋完了以后，我们再给家人们安排一轮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等这个福袋完了。今天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感谢高老师。说实话，我今天。从来没有这么去精心的准备，我从10点。他们说你老牛吃嫩草。我就吃嫩草又怎么地方？你也可以是不是？感谢美好，哎呦，你的招财手呢？你应该此时此刻感谢群英小福袋群英，快，咱们送一个，咱们你就送给我的小礼物，家人送一个，谢谢穿越阿姨，感谢穿越，你看你的招财小手，你要说。感谢穿越阿姨，祝谢谢穿越阿姨送给我的，谢谢阿姨们送给我的许愿灯，祝阿姨们顺风顺水顺财神。再来一句，朝朝暮暮有人疼。哎呀，家人们说的好不好？我是说不出来。家人们，西西说的好不好？哎呀，再来。谢谢后音阿姨，谢谢阿姨们送我的礼物，祝大家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。快，许云姐又送了，再来再换一句。哎呀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哪有那么多说的？感谢用户863，你看我就只能说。谢谢阿姨们，谢谢阿姨们，大家破费了，主要是今天我们开直播，想跟大家一起过节，就想给家人们。发点福利，然后开开心心的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先别说这个啊，你咋了？你老摸着这个干啥？我妈一会儿回来了，你怎么跟她说？你先把这个安排上，行不行？把这个先给我安排了。来，感谢王姐，谢谢王姐送给我的玫瑰之恋。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欢迎素姐。一会儿来了过后，你要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要把这个事儿安排了。你把这个事儿安排了以后，你说都来两次了，你跟你妈说都来两次了，感谢平安医生，还是给我一点面子，对不对？都来两次了，是不是应该给我点面子？嗯。家人们，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先用这个开路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用这一招，我觉得应该行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可是上次我怎么？你笑啥？你笑啥？你能不能保持点距离？你没有那么近。我今天要近一点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是不是应该近一点？你刚才你嘴巴都要吸到我脸上了。今天距离要近一点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今天距离远了，家人们不高兴。真是。家人们今天就想看我们对距离近一点，看咱们钟情义说了，距离就得近一点，对不对？今天都不近了，那怎么行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一上午旁前跑后还挨你骂，家人们，我说实话，我一会儿忘了这个，我一会儿又忘了那个，一会儿又要，哎，我妈回来了。先挪开一点点吧，先挪开一点点。哎，阿姨。妈。干嘛？这是在。嗯。妈。去跟他说一下，你快去吧，你快去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
我们在开直播，开直播。老板都来两次了，不要那个啥嘛！你看，过来我跟你说嘛，你快过来跟你说。说实话，有啥好说？没事，家人们，今天已经，西西现在去说话去了，家人们，欢迎欢姐，有点慌张，来重庆喝啤酒，你这可以啊，你这小日子可以啊，把我吓的，没事，我让西西数，感谢小糯米送来的热水。这么厚，家人们，主要那个钱包塞不下，那个红包塞不下了，很优秀，你要把握住，那必须把握住啊，家人们。主要那个塞不下了，家人们。他们说悄悄话去了，家人们。没有塞不下。塞不下，家人们，塞不下，没有一个 W， 塞不下，塞不下那个红包，塞不下，但是我这么多，家人们，我这么多，也差不多吧，家人们，我觉得也差不多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觉得也差不多，我是尽可能的，也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西西现在拉着他妈妈进房间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也吓了一跳，家人们，我也吓了一跳。哎呀，不是我，其实我很想放你们说的 W， 但是装不下，家人们，装不下。对对，但是装不下，家人们，你看。我今天给他准备的礼物，家人们，怎么打开？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先给你们看一看，但是你们不要说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，家人们？一会儿送给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还没出来，他们还在里面说，还在房间里面说话。这个是给西西的，我给阿姨是，啊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打一波上人，上人给家人们挂个超级福袋，今天送出去多少钻戒了？你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。别闹！来挂一个超级福袋，来你坐。我坐吗？你坐呀。你坐。你们猜我怕啥没有？近一点，近一点啊！近一点。妈在哪？近一点吧。你们猜我妈收没收？叔叔阿姨们猜一下，你们都说收了。收了。嗯。收了。你猜。哎呀，你说收不收？你猜收没收？哎呀。收了。哎呀。坐，你先坐。坐吧。坐哪边？坐这儿。挂了，给我抱。你放在那边。给我抱，我抱一下嘛。哎，那你挨着我妈坐吗？你让打个招呼嘛。啊。打个招呼。你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吧。嗯，叔叔阿姨。就是，我的叔叔阿姨不是你的叔叔阿姨。我的叔叔阿姨吗？应该是姐姐妹妹。啊，对，你要跟他们称为姐姐妹妹。姐姐妹妹，大家好。你看嘛，你这不是挺温柔的吗？对吧？你看我妈，
挺温柔的嘛，你看他们说妹妹哈，看到了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要叫我妈妈是妹妹了啊！你看全说你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都是这直播间里面，你看现在1000个人，看到了吗？这儿现在直播间1000个人，有很多都是老板的干妈、干妈呀、叔叔阿姨呀这些，知道吗？你看他们全部说你好漂亮，看到了吗？说你好漂亮，他们都叫你妹妹。你看都说妹妹好，他们说你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儿。你看这个阿姨说他们你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多好，大家好大家好，你看他们都跟你不认识，他们都一来就夸你，对吧？他们都是一群很善良的叔叔阿姨们，大家好，知道吧？对，就是平常把我们当成把我们当成干儿子干女儿一样的，对我们特别特别好。这里面都是你们的朋友啊？不是朋友，是叔叔阿姨。对，都是支持西西的叔叔阿姨。不是，是先支持老板。现在都支持你了，那天都打我，在直播间打 PK 的时候都打我。这里面是很多，就是支持老板，他们喜欢老板，知道吧？然后后来有我了出现了之后，他们就爱屋及乌，他们也就喜欢我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今天，哎，对。你们俩今天就超级福袋挂上了，你跟讲一讲，搞一天了，是不是搞这个？没有，我们刚播几分钟，你跟家人们讲讲，福袋挂上去了。叔叔阿姨们，超级福袋挂，你看还有人送你礼物。感谢小糯米。谢谢。叔叔阿姨们，这超级福袋黑绷带挂上了啊！要点关注啊！15分钟，这儿看到了吗？叔叔阿姨们，赶快点关注，把这个超级福袋参与啊！要关注。感谢王姐。你看他们又送你礼物了。一直送礼物。谢谢大家。参与不了，可以参与的，可以参与。你不是有话要跟我妈说？谢谢后音阿姨，你看他们，你也来，他们都送你礼物。哇，全都在送阿姨礼物。你不是有话跟我妈说吗？你今天来不是说一下？我今天我过来就是。要不你跟我妈一起给大家，怎么样？你俩同框。我紧张。你紧张啥？你跟我妈一起。你来跟我妈一起。家人们把我整紧张了，咱们给西西的妈妈再打一波晚上好吧，咱们再打一波晚上好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无法参与，咱们直播间要待上15分钟就可以参与了。感谢三丰，先送西西礼物，先送礼物吗？家人们，先送礼物吗？先说正事儿吧，咱们先办正事儿，行不行？家人们。咱们先办正事儿，行不行？你看好多人在跟你打招呼。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先干啥呀，家人们？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这是假的，这个是真的，西西的真的妈妈啊，真的，他们说假的。我的长得像我假妈妈，咱坐在这里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家人们，你们说像不像？我跟我妈长得不像吗？你们说是我假的妈妈？像不像？家人们？我跟我妈长得这么像，我跟我妈现实中长得很像。真的，这个不会是假的。对呀，我跟我妈真的长得，你们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？谢谢高老师，你们觉得我跟我妈长得像不像？像的公屏上打一波像。你们觉得我跟我妈像不像？像的话你们公屏上打一波像。我跟我妈长得挺像的，我不是很像我爸，但是我长得很像我妈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看，对呀，我跟我妈真的长得很像，你看公屏上全都说像，这不是假。谢谢小可爱阿姨，谢谢小可爱阿姨，这不是假的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我真的妈妈，不是假的妈妈，没有那么多假，我没有假的妈妈啊，我只有一个真的妈妈。你们不要什么假妈妈啊，这不是。我跟我妈长得是挺像的，叔叔阿姨们。她今天来干嘛？叫你去上班是不是？对，她让我去，她让我回乐山去上班嘛。她叫你去上班。我看到她这段时间也挺有诚意的。对呀，她都来了几趟了，她上次来不是也给你带了礼物吗？对吧？而且
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劝一下我妈妈，你们这样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跟我妈妈说，让她放心，好不好？因为她，我感觉我妈妈还，其实我觉得我妈妈还是有一点，因为她可能看到老板的诚意了吧。刚刚我妈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哎，我觉得他来也挺有诚意的。他让你去他公司主要是干些什么呢？他让我去他公司，之前我是助理嘛，之前我是助理，然后的话现在去公司，也许可能也是助理，但是有可能的话老板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给我做，知道吧？你看他们都让你放心。我就是感觉有一点点不放心，看这么多人都叫我放心放心的。对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你看公屏上全是放心放心，他们都是相信，知道吧？他们都是相信，他们都是相信老板，然后所以说才会这么的劝你，让你放心什么种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来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起劝一下我妈妈好不好？因为我妈妈没有接触过这个互联网，知道吗？她就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，所以说她就不太懂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然后你们一起让我妈放心。我妈说我去公司，你跟我妈说吧，你跟我妈说，我妈刚就是感觉有点不放心。你叫她，你得跑了这么多趟，我感觉你的可能也有一点点诚意，叫她去上班。他去上班主要是干些什么？在你公司？我准备把，就是因为，我这公司是做电商的，我准备把电商化妆品啊这些业务，以后的一些珠宝首饰啊化妆品业务交给西西做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西西能不能做得好？因为西西的口才很好，我想培养他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很像一个很出名的那些网红一样的，能够把一些好的产品啊分享给粉丝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这么多人都叫我放心放心，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现在都还挺犹豫的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该不该同意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放不放心？对，西西是有潜力的，虽然说他直播的时间不多，但是他比我会直播，他讲产品也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而且我这边的话，我就负责去多挑选一些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来分享给家人们，这样的话西西也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粉丝，也会收获很多很多的支持，也能够在互联网上赚到米。对，他去主要是干些什么呢？他就直播，像这样直播，然后把产品，然后就可以分享给粉丝。像你没有，有没有在什么产品啊？他不懂啊，什么产品啊？就是比如说就是直播介绍产品，然后粉丝们如果需要，他就会在这个抖音上面，然后他就可以把产品买到。像你们要去店里面才能买到，我们在直播间就可以买。这个怎么买啊？怎么买？家人们，怎么买什么产品啊？要不我们做个试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哎，你不是做个试验嘛？你不是我拿一个东西来做个试验？你不是给我送我的那个吗？我先送一个小东西吧，家人们。你送给我的。我挂个小黄车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可不可以做个试验？来，家人们，来，给家人们分享一个香水，分享一个香水，好不好？这个香水是我送给西西的，来，这个香水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这个瓶子好不好看？我来吧。来，剩下的交给西西啊，来你来介绍。我妈讲一下，看一下这是香水啊？对呀、啊。对。这个瓶子挺好的，你看，好高级，有没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？叔叔阿姨们，高不高级？高不高级？这是盒子，你看它高不高级？它的这个盖子都是这样子的，看上去有没有很高大上？而且50毫升的，你闻这个味道好不好？这个是这个。你闻一闻好不好吧？还可以是吧？实体店得300多。300多这么贵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还要叫你给我买一瓶算了。给你。你也想要吗？我还想要你给我买一瓶。不是，但是我。要不这个送给你妈妈行不行？这个可以送给我妈妈，但是直播间的家人们想不想要？对，直播间的家人们太贵了。我给家人们补贴，你看咱们超级福袋里面有黑绷带，我直接补贴的。
这个我也来补贴。太贵了。但是它值啊，你看它的那个盖子好高级。但是我不能给太多了，家人们。确实不错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就问你们，你们高不高级？你们直接把高级打在公屏上。你看到这个瓶子高不高级？你看到这个盖子，一闪一闪的，布灵布灵的。而且它这个味道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妈妈的年纪，你看就很适合大家的年纪，知道吗？你闻。你给妈妈喷一点，看好不好闻？喷在哪里？要后调才香哎，确实还可以。还可以，真的很好闻，这个味道确实是那种。这是我送给西西的，不浓，知道吗？很多叔叔阿姨们不喜欢那种很浓的味道，为什么？因为喷出去别人会觉得哇，你身上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的那种，是不是叔叔阿姨们？但是这个你每次喷一次，然后你走出去之后，他们就会觉得哎，你身上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香味，又不浓不张扬，知道吗？很多阿姨就是喷些香水，就是很浓，就像那种驱蚊水一样的浓，知道吗？但是这个就完全没有那种很劣质的味道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干嘛，它非常非常的淡，非常非常的清新，就给人一种对很高档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这很高档的那种感觉。你看它这个瓶子，叔叔阿姨们，这样吧，3000，我不可能卖那么多贵给家人们呀。今天家人们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，让家人们开心开心，但咱们不能放太多了。不能放太多了，家人们。对，这个有点贵。现在直播间1000。想不想要，家人们？30单。什么？先放个10单吧。先放10单吧。但是我补贴。我也觉得先放10单吧，因为确实价格在那，298的。来一折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一折。咱们放10单，拼手速，一折，29块吧。可以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准备好手速，叔叔阿姨们，准备好手速。只有10单，直播间1000个人，只有10单。对，收到是一个这个盒子啊，送人或者自己用都可以。咱们香水的保质期是多久？香水的保质期是5年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？来，你这个拿回去，对，准备叔叔阿姨们来10单，准备。香水的保质期有5年，这个要到2028年才过期哦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保质期是2028年才过期，还可以用4年，叔叔阿姨们，来10单，准备。来，后台小哥弹一下链接，弹出来，多弹一下。10单啊，拍完就没有了啊！叔叔阿姨们，所见即所得啊！你看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盖子，50毫升，你要用很久。50毫升。没有了吗？秒没了，家人们，就这样就没了吗？秒没。还没准备好呢，我的天哪！秒没。没有了。福袋里面有黑绷带啊，家人们。没事儿，不管黑粉。给不给你？叔叔阿姨们给不给你就没有了，一秒钟就没有了。没了。有没有都没抢到吗？我还在预备。那怎么办？再10单。不是，主要是这样吧，今天你开心，根本就搞不赢啊。今天你开心，你说再上点是吧？再上10单吗？再上10单吗？因为你刚人家这么多都没抢到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叔叔阿姨们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人多不多，多的话我再让老板再上10单。不能上太多了，这个300块钱的东西，叔叔阿姨们不能上太多了。300多的，今天29块钱。你看嘛，你看，直接看这个质量，不是我说，你今天只有29块钱，你看这个品质。买个瓶子，家人们。你接下来买个瓶子，你自己看这个品质，不是我说，高不高档？50毫升可以用5年，保质期5年，叔叔阿姨们，来准备手速10单，最后给大家上10单，来准备，来上链接。10单，叔叔阿姨们，刷新快，刷新去拍，只有十单啊！叔叔阿姨们，等一下不要又没抢到，没了，准备准备，来，已经上车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刷新去拍啊！右下角的小黄车，刷新去拍啊！咱们这个香水50毫升，你可以用，它的保质期是5年，也就是说这瓶香水你要用到2028年才过期啊！对，现在夏天容易出汗。稍微有一点味味的，家人们，咱们出门的时候喷一喷，对，很多阿姨是不是，感觉不会很尴尬。很多阿姨是不是出了汗，这里有一股味，有一股味道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们，酸酸的味道。那么你就出门的时候喷一点香水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你家里面呀，什么房间，你晚上喷点香水，闻着香香的，多好睡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们，来，话不多说，只有10单，还有最后3单，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，最后3单。你看它这个品质，我说实话，它的这个瓶子都。很高级，没有了吗？又没有了，还有没抢到的吗？又没有了。
不会吧？真的太快了，他们不会吧？因为这个太少了，他们都想要，咱们就很快就没有了。不会吧？有没有抢到的吗？又秒没。这个真的太那个了。你给他讲讲这个香味，讲讲香味。来，叔叔们给大家讲讲这个香味，它是一个什么？你们可以喷在那个，你们可以喷在那个，喷在它的这儿。每次出门喷一点在这儿，然后这样蹭一下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叔叔们不用喷在身上，衣服上也可以，你可以喷一点在你的衣柜，因为我平常是什么，我就会很喜欢喷一点在我的衣柜，这样子的话我的整个衣服所有的衣服都很香，知道吗？文文姐想要它的前调，刚喷出来是一种味道，咱们有好多没复盘的，然后中间又是一种味道，最后又是一种味道，知道吗？叔叔们这个香水是很好的。咱们没这样吧，咱们把没付款的踢掉，因为好多家人们抢了过后没付款，有应该有个可能有个六七单没付款的，咱们把它踢掉啊！你们没付款，我们就把你踢掉了。咱们给家人们上直播间，太多粉丝们想要了。你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味道对你们不合适啊！我妈妈的年纪，我妈今年多少岁了？44。我妈44岁了，我妈都喜欢。我妈今年44岁了，我妈都喜欢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完全不用担心，你们会不适合啊，很适合。把那个没付款的踢掉，给家人们上网。我不说多的，你就看这个瓶子吧，我真的不想说其他的。29块钱，家人们买个瓶子回去。你这个瓶子都很高档了，你看这个瓶子嘛，你到时候收到货，它是一个礼盒包装，看到吗？一个这种盒子，你送人对不对？送你的小闺蜜啊，对不对？送你的小闺蜜啊，对不对？叔叔们一起去，来左下角又有5单，来抓紧时间去拍。这个是刚把没付款的踢掉了，叔叔们，看到右下角这儿，抓紧时间去拍。5单。抓紧时间去拍啊，不然就真的没有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你首先你看，我都不想多，一个盒子装的，知道吗？你看它这个多高档，你就光这个瓶子，天哪，你就光这个瓶子，我都觉得是很非常非常的高端大气。不说了，咱们放在旁边吧，放在旁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放在旁边，让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倒数五个数，放在旁边，还有3单没有付款的，咱们踢掉了，让家人们自己去付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们自己去付，自己去抢。你们收到货，你们会感谢西西的，西西妈妈闻了过，好不好闻？嗯，确实不错。好不好闻？等一下，我把我的瓶都送给我妈。真的，我。你看，西西都多有孝心啊，准备把这瓶送给阿姨。因为我妈说喜欢嘛，没事就送给我妈妈，对吧？你看，叔叔阿姨们，今天是因为七夕，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七夕礼物，因为我们。大家一起过七夕，知道吗？叔叔们，大家一起过七夕，不然因为这个是一种送给我的礼物，送给我的香水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开直播了，咱们就大家一起过这个节日，所以说什么？所以说我才这样子给大家分享，以这个直接一折的价格给大家分享，知道吗？叔叔们，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抢，送给大家的七夕礼物，29.9块的价格啊，叔叔们，好了，那我就放在旁边，这样。你给你妈妈，我给你妈妈准备了另外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你妈妈肯定会喜欢。我妈很喜欢这个香水，你看她一直在看。这个。哇，这你。还有我准备这个。贵妇膏。这个贵妇膏。贵妇膏。用过的家人们扣个一。哦，贵妇膏确实不错。我妈脸上涂的就是贵妇膏。嗯，我一直用这个。因为我妈就是觉得贵妇膏很方便，抹在脸上就好了。用过的家人们扣个一，今天给家人们炸福利。来，贵妇膏用过的扣个一。又炸福利啊！今天就要让家人们开心。这个黑绷带，来把这个黑绷带，贵不贵啊？直接挂5个，来挂5个黑绷带，挂上去让家人们抢。我妈你看，金车熟路的，我妈经常用这种，我妈一直用的这种黑绷带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个味道不错，香香的啊。你看，把瓶子放在这上面，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贵妇膏为什么叫贵妇膏呢？叔叔阿姨们，不是我说，贵妇，贵妇就是有身份、有品味的。真的，而且这种很方便，直接抹在脸上。我一直用贵妇膏，真的，我妈也是一直用贵妇膏，因为贵妇膏很方便，很方便。上链接，挂车了吗？想不想要，家人们？想不想要，叔叔们？炸福利！这个挺贵吧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挺贵，说实话挺贵。你刚刚说这个干嘛？送给我妈妈吗？对，这个是我送给你妈。那我妈开心。我算了，这么贵我不要，太贵了，我不要。我妈说太贵了，我用的都没这么贵的，这个太贵了。你用的是多少的？我用了几十块钱，3盒。几呢？这个是院线的，没有这个大，这个是实体店在供的，对，实体店。实体店美容店专供的这个是。实体店对。我一直用这
1299的，来1299太贵了，不要。这样，咱们直播间。